调查投票啊？酒量、等节操。你不用道歉，该道歉的是他不掉重牙。他的牙齿那么多，好像也可以做了、欸。超弹力胶质壳，那什么？超弹力？那不是那个浮空龙？就是 M 位的吗？不是，我是说这个 M 位的。对啊，是浮空，好像是上位的、哦。超弹力胶质重。对不对？是 M 位的，好像是巨魔。没有吧？巨魔不可能有这个吧？那应该是 M 位的吧？没有啊，巨魔的那个浮空是叫这个位出彩吧？我没有记错的话。我来帮你找。那可能就是了。强化装备，浮空龙巨魔之地一般的，我没有打过一般的。我记得我有钓过，所以我知道。钓过浮空龙啊？我说那个水有钓过啊？钓是上钓的钓。哦，好，可以。嗯，钓过浮空龙。上钓的钓，你是说晴天娃娃？对，哇，晴天浮空龙。可以哦，是可以啊，蛮像的啊。头那么圆那么大，然后下半部又很像一条布。挑战者好像也不错。挑战。他掉胶质壳，所以他的意思是，浮空龙很适合拿来吃吗？我觉得他金狮子锤子看起来越看越猎奇，他直接把金狮子的头拿来当锤子、欸，是啊，很棒啊，很恶心哎、欸，这就是猎人啊，是，好恐怖哦，要做噩梦，真的，重点是我在蓄力的时候他会炸成金毛哎、欸。我觉得我很不开始觉得我不适合玩魔物猎人，我们就是在残害一些生命，让自己过得更美好。也没有让自己过得更美好、啊。有啊，我现在变那么强，都是摧残一些生命，让我努力的起来。你看这金狮子的头，还比金狮子头还大哎、欸。好恐怖哦！好恐怖哦！好恐怖哦！等下再来挑主挑的。嗯。挑那个。挑那个子弹，接枪。装的跑了吧？都随便啊，他都在中间点啊。HTT 要多久？马上好。没有，不用了，他慢慢来，我都还在读取。我要吓他。对，嘿，我想说，我来偷看开台，来偷看，看一下嘛。哦，不眠之夜哦，看一看都几点了？什么斗鸡眼？先看看现在几点。我
我又被丢包啦！哎、欸，我靠！哎、欸，你好，你好，哎、欸，嗨嗨嗨！哎、欸，为什么丢的包不一样？为什么就在这旁边？哎、欸，江江江，你看，我觉得配置到也很好看。好粉哦！我来，衣服还没，我来不及调，反正在吹，我有没有调的？我说我去调衣服颜色。哦，怎么有点像没还没有煎的热狗了？还没有煎的热狗？对啊，仔细。往细那个拉近看的话，你那个衣服上有那种一条一条的，都是那种热狗，把它切断。啊，那是骨甲，骨头的。有没有来救我啊？马上来！我有没有调颜色？结果佛心说：“啊，你是好的没？”我就好好好好好，你去调，你去调，我回家，我回家，我回家。我到了，一直该，一直该。我不补了，我去换攻击装。不来了！不要啦，我要死了！动！我真的快死了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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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你怎么飞出去？哎、欸，我刚刚是在他肩膀上面被他甩了一下，在地上起不来。这好像超好笑的，很像被捕食，结果就是整个是起不来。旁边那个怎么叫的？给他下去，给他下去。啊，有了，晕死他！哒噔哒噔，哎、欸，我被、欸、我被前面组爆弹炸下来。他睡了，他睡了。啊啊！等下，在我身上。我怎么？好了，去了。给他，给他起来，他起来就打他。你生什么气？为什么你都要喊等一下，等一下？你就直接开中就好了。啊？喊、啊、什么？不是啊，他既然睡了，反正他还是会起来，你就直接在他肩膀上打就好了。有差吗？好，换我睡了。啊啊啊！这、啊、他爆了，哎、啊，他扶墙了，小心！来不及了，他跑了，他跑了，他跑了。我看前面这个东西，捡！我要跑去打野大猛，要冲上去打猛牛龙。冲下去！等下一推前面这个东西，是，都是前面这个东西，不用捡了，不用捡，都前面这个东西。没有，我在想有没有麻痹的可以捡 啊, 啊？麻痹飞刀。对啊，有没有麻痹跟睡眠的可以捡的、啊？还有一个、啊，我鼓吹龙就叫死了。怎么了？鼓吹龙也来了。撞啊！哦呦哦呦呦！哎、欸，他没有骨折，注意啊！哎、欸，没有麻痹飞刀啊，星级药丸。他是在叫屁啊！他被麻了。我现在有点尴尬。怎样啊？你怎么了？哦，哭哦！整只挡在我面前，还有一只猫。等一下，滚爽没？你们两个真的是滚爽没？看不到啊！啊，怎么有石头压在这边呢、啊？是人呢、欸，他怎么不见了？在我这兒，在我这兒，然后背过去了。啊！他开打了，我要躲起来。其他两只太大只了，看不到金狮子。我好怕，我要死了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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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打金狮子，在楼下，在楼下比较黑的那个。还在还在。還在可以撞可以撞。我来。垃圾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我来了。软屁股，软右手，哎呦，等一下，有只猛牛龙在隔壁睡觉，睡觉。他被骑面住啊！很好，麻痹飞刀。该麻了，该麻了。麻起来，麻起来，麻起来，我下去麻。啊！哎哎哎哎哎哎！我好怕。老天！我看到一颗球扑面而来。哒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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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被抓包了。麻痹飞刀。我射哪？哎呀！我怎么？啊，是谁啊？扶墙、哦！我怕。哦，
回去吃个毒菇好了。我以为你被爱的抱抱哎、欸。哦，那只猛牛是发生什么事情呢、啊？发情。Maybe。狂叫哎、欸！不要不要我要捡石头。走了，我再帮你。我要捡那个可兰石，结果旁边、哦、你说他在上面一直叫是不是？对啊，他一直叫哎、欸，他不走，他一直叫。可以丢他看看吗？带他到。有啊。还在叫。还是把他撞下来啊？一直叫。撞啊！好，我去楼上等我。哎、欸，走了吗？哎、欸，可以撞了。还在叫啊！你好，我来扶你们一口。啊！怎么回事？啊！哎、欸，直接撞！哎、欸，好，我被他抓下来了。三混蛋、啊，准备，等他丢了。你要跳多久了？我来找你，我来找你。等他移动，他移动了。他目标是我啊！赶紧！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！怎么回事？我去找一下石号了。丢头！哎、欸，不会，他不会下来。哎有了，我找到中火石了。他撞不下来。这不算悬崖哎、欸，别撞。可以啊。他缺的那根脚，我把它补回去。好。他又在楼上脚。很高兴。圆桌石。猛牛来了！干嘛？放尊重啊！他被撞倒了，好可怜、哦。牛牛生气喽！我也快生气，牛牛也被撞倒了。他也生气，他也倒了，继续倒。他本来要开大招的。又倒了，我、哦、没有，没有，破坏破坏，只是破坏而已。我、哦、他好像滚一坨屎哦，他滚那个瘴气的屎、哦。哎、欸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！好，我去找他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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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有了。嗯，这场有点欢乐哎，不好玩。对，整个莫名其妙，超问号，干嘛？啊，秘密。哦，好多钢角，重牙六个。三个还不够，三个四个，我的四金金狮子任务已经没了，我还有六个七个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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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而且他心路星座也不错，拿来打车架。你听谁说的？我看攻略说的。哦。感觉还有谁有？我。刚刚说还有。四金的、哦，哇哦！四金的，哇哦！四个人的、哦、，Yep。接的，好好。我三个人过去了，
三家。我这个颜色好一点，就像铠甲。哦呦！啊，白色比粉红色还恐怖，我的天！白色，不知道为什么它的白色很接近粉红色，不是吗？没有吧？还是我的问题？你可能要调细节那个地方。你这次可以挤猫啊？猫的骑乘，猫的骑乘，三猫吧。好。三四里街当下。嗯，发动。可以变色哎、欸！我现在才发现那个色为红色是变色的、欸。那对啊，红色就是彩，一直会都变啊。那天不叫你，那天不叫你看我，你都没看。哦，难怪你会那个变。炫炮、哦，还讲你说粉色像那个热狗，刚刚灌好的香肠吗？对啊，灰色像烤好的香肠，什么东西啊？是不是？是香肠又回不去了，完蛋了。啊，我还是觉得是蛮好看的，只是要调一下香肠装。饿的时候就扒一根起来，哈，好赞哦！移动库两处那个哎、欸，我觉得蓝色跟碎龙的武器配用蓝色好。噔噔哒啦哒啦，整体颜色都是蓝的，抓到了蓝的。蓝的，蓝的，好，蓝的。哦，七七七，对，喊出。哦，七七七七七。然后进去，然后就出门去买喝的。好，那我去上课、啊。说到出门。好。米米啊！哇，这一次记账是1月13号哎、欸，我这之中发生什么事情都没花到钱哎、欸，是没花到钱还是根本没在记账？有花钱，但是没有花到需要记账的地步。Oh my god！ 皮肤科200，早餐。加喝的300，没有了。早餐加喝的300，算少了吧？啊、早餐300，你真的要吃的话，300还不够，好不好？屁嘞！林北台北人呢、欸？啊，什么早餐300块？对啊。真的是有点太夸张。不会啊。看你们台北的早餐都吃什么？我吃很多好吗？你是吃一般早餐店的那种早餐，吃这么快？我吃的量很多，我想一下哦，两份萝卜糕加一个，那叫两份萝卜糕。对啊，再加一个那个什么铁板面，再加一个卡拉鸡腿堡。哇塞！干嘛、啊？那你饮料喝几杯啊？两杯啊，一杯啦，一杯大的。然后一杯小的，是不是？没有啦，然后再出去买一个那个柠檬红茶。干，等一下，记账记错了。通常一个铁板面就差不多饱了吧？30啊，30块啊，然后那个萝卜糕30，然后饮料这样加起来就100、150。我不能接受啊！为什么不能接受？一份萝卜糕就可以饱嘞、欸？一份萝卜糕你食量那么小哦。不是，唯独可能不能饱啊。可是我铁板面一定吃得饱。我唯独萝卜糕是很容易饱的东西，其他都还好。啊，所以我萝卜糕只会吃一份而已。啊，而且有些就是会加起司啊，加热狗啊，加一微波呀、啊，那钱就跑上去了。啊对啊，
不是啊，那也吃不到300啊。没有啊，就是我还没算加起司、加热狗那些的钱啊。还没加起司、加热狗就300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还没加起司、热狗就150了。哦，加加额外加加加加上去就300块。对啊。我最多接受我的早餐钱100块。没有，我以前就是对啊，也跟你一样是100块啊。就算是在都是那种吃到下午，欸，就是吃那种量大然后又便宜的那种啊，就够短袜的那一种。可是早餐店是真的很好，很想要买好几份啊。对啊，他怎么一直倒啊？因为你们在打侧甲啊，还有个打了，你看武器啊。不是啊，你们都锁头在打啊，我在记账啊，等一下哦。你在记账？对啊，等一下，刚没记好啊。早餐多少啊？欸，我今天早餐要给钱吗？哦，有。哇，我今天早餐要给钱吗？是的，可以撞哦，撞了，穿就转身，还不给我穿。我买麦当劳最夸张啊，动不动两三百就不见了。买麦当劳，麦当劳两三百 OK 的啦，真的是贵。对啊，欸，我来了。我麦当劳曾经一个人吃了300多，快400吧。对啊，那个我相信，因为它本来就是太贵，它单价太高了。嗯，啊，早餐店的单价不会那么高啊，一个才就顶多也才60块吧，最多。就是说我就是买麦当劳的早餐啊。哎呀啊，那我接受了。怎么接受？那我相信什么？那我相信啊，就麦当劳的早餐300块，我接受啊。早餐店的我不相信能到300块，太夸张。啊，鬼人要大，樱花要大。哦，在这边打眼睛舒服多了，天哪，啊！你刚刚那是什么垃圾环境？哎，欸，在这边他不好扶墙，啊，没墙给他扶。不能扶他！哇靠，那个脸是谁擦的啊？我擦的。你越来越会擦嘞，你是不是？你看，两只金狮子来了。嗯，我就喜欢帮人家点烟的，天哪！你不是点烟，你是送给人家烟吧，欸？你是借烟给人家。哎，欸，扶了。哎呀，啊，没了。着实好了，啊，扶了，还是扶了。不要扶他。嘿嘿，我又想到我贴给你的那个。那是捕获。来源就是我们上次的小毁大师啊。他说这种的他好像想看呢，欸，然后贴出来。我看了也是不傻傻，但是。我满心期待看到上面的字，哦，这个看起来不错，回去看了，我的天！对啊，哥布林杀手是很好的素材。哎，他怎么被停下来？捶他屁股，捶他停下来。啊，走了。看他喜欢被拍屁屁。拍屁屁。哒哒。哎，他快死了哎！那你们抓到了？哎，你。这样是不是好看一点的江江？只是快死而已，他不是死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喔。我看一下，这里就暗了，啊。你往外走一点。你到底是怎么挖沟鬼？像刚什么腊肠？啊，我看。你说肩膀上那两条，喔，还是？就全身的那个，身上都像香肠。哦，你怎么不用那个星星肠的颜色啊？星星肠。所以你刚刚是星星肠，刚刚用蓝色。刚刚是粉红色，因为它武器那个防具设定本身就是粉红色，我还没调，然后你就在催我。哦吹一下啊，小气鬼！嚯，吹雷！他现在调了蓝的，我觉得这样好一点啊，麻烦。有的，哎，没有，哎，可以放那个陷阱了，其实。好，我打捕获弹。没有，我怕你来不及放陷阱把它炸死，所以我先炸你。没有啊，我已经起手了。没有，我说讲讲。啊，陷阱嘞？为什么没有人？陷阱嘞？我捕食装永远不会有陷阱。啊，怎么用地？要地洞，要地洞，要地洞 是？嗯。他现在全身都是放电。哎，欸，他啊，我丢闪光吗？好啊。我已经放下去了。啊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吧？那个那么远。哎，有哎，等到嘞，好猛哦！他好像来了。
把它存下来了。有了有了。我死了。你死了是不是？是。拜。拜。我诅咒你们！我露出一个枪头诅咒你们。你锤子上是有毛吗？就是整颗头啊，他的头啊，他的头恶心吗？是，我刚刚说很恶心啊，你们说还好吧？我们还没看到哈。拜，就一个魔物的头就在你的武器上哦。你贴啥？我没贴什么、啊。我说我贴的。贴什么？白痴啊！你的画面不错哦。你的头在哪里啊？看不出来，消失了。哎呦，看到你头是不是扭到啊？这个应该是没救。应该是够了。我也是按到生成防具去，更变装备，我还剩一下。四个盾牌，金狮子袍，强化装备，克制强化，装备中，确定。大灵脉雨花下去，假设测试一下伤害。哒哒哒，哒哒哒哒。哒哒哒哒！哦，这不是盾牌哦，看错了。装备。一二七。哦。嚯！哇塞！香前地子穴，
就1300了。